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伊斯伊斯今日嚟到 Young and Clark 嘅金马伦中心。我哋今日做嘅系 Viewers Special， 即系话网友报料话俾我哋听啲餐馆边一间好食，我哋就嚟试。话说我哋几个星期之前喺呢个地方睇睇有边一间好食嘅餐馆想尝试嘅，因为呢一个商场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食肆，好多唔同嘅餐馆。竟然俾我哋撞到一个网友啊！佢系一个好睇咗我哋好耐嘅网友，亦都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见我哋。咁其中佢就话俾我听，嗰一日咧佢就嚟攞外卖，就喺我背后呢一间丽晶酒家订咗咕噜肉同埋菜丸牛肉系晚餐，所以我哋就决定今日嚟。其实都系啱一半唔啱一半啦。嗰、那个 Viewers Special， 因为佢嗰日咧系买晚餐，而今日我哋系嚟饮茶。试一试佢嘅饮茶点心，如果系好嘅，或者我哋都考虑第日嚟买晚餐外卖或者系堂食咧，我哋入去睇一睇。印象当中，我哋系从未嚟过丽晶酒家，虽然我哋嚟咗呢度都几十年啦。坐低之后，我发觉佢哋嘅服务态度系相当好。点解？頭先所講啦，我哋都未嚟幫襯過。對於呢度嘅夥計員工，我哋係生客。但係阿姐走埋嚟嘅時候，有同我哋打招呼，有同我哋講 hello。如果有啲餐館我哋未去過嘅話咧，我係好少見到呢一類型嘅侍應或者經理有個咁嘅招呼咯。除了打招呼之外，阿姐亦都好親切話俾我聽，今日有啲咩特色食物，就係、是、鵝掌炆伊麵。同埋雖然佢咧坐低，你見唔到有任何嘅大碗俾我哋洗，但係話俾佢聽，我哋需要嘅時候，佢哋即刻送上嚟。同埋亦都係有消毒嘅洗手液。睇翻現場環境，個地方唔算好大。但是它那個社交距離我覺得是足夠和做得很好的。香煎鮮蝦豆苗餃一盒是有四件，它這裡就加了一塊我口中所說的芒皮，然後先來煎。它煎出來的樣子都挺漂亮的，不會說太過濃，也有一點金黃。它的餃的大小我都覺得是適中，是挺好，而且都很飽滿的。咁呢個皮呢亦都係薄薄，睇到裏面嘅顏色，咬落去因為有個芒皮嘅關係，所以係脆嘅。裏面嘅餡嗱，又係俾大家睇下啦。佢個蝦呢都好足夠，除咗蝦之外就係、是韭菜，但系我覺得佢唔係韭菜嚟嘅，啊唔係，因為佢都冇寫話係韭菜，咁佢係啲好似白菜，個組合好好食喎，個味道係鹹淡適中，我好中意佢夠香口啊，好食。一個賣相好特別嘅瑤柱海皇冠湯餃，一條白菜啊！我夾咗先，又係喺鏡頭面前話俾大家聽個餡料係乜嘢。首先我見到係有蝦，另外一邊都係蝦，都配合翻佢叫做海皇冠湯餃。等我抄下有冇瑤柱先。我畢起咗呢個先，咁同埋呢度呢個唔知係咪一個魚肉嚟嘅咧？一陣我試下話俾大家聽。我聞落去就好香。啊！但係呢個咧。真係除咗蝦之外咧，啊少少瑤柱啦呢度，係啦，個餡料就係咁樣啦。如果講個餡料，
我想不需要我多說，大家看都看到了，是只有兩隻蝦和有少少瑤柱。剛才呢告訴大家那個不知道會不會是帶子或者魚肉，我現在想試一試告訴大家，是帶子來的。我試一試湯，那個湯是好喝的，鹹淡適中。我吃了個蝦呢，它都是爽彈，但是餡料方面大家都看到了，除了兩隻蝦之外，還有少少瑤柱，少少的帶子。說這個點心是加大6.95元，那如果我下次來吃呢，我相信我會用這個價錢是試其他東西咯。柱侯牛腩腸粉，我記得我就未在其他飲茶的餐館是吃過這個的廚點或者是小食，所以我見到有呢，我想試一下它好不好吃。我就這樣看呢，我覺得它的腸粉是煎過的，但我真的不敢肯定。我夾一嚿給大家網友看看，它有少少好像很香口的煎過的痕跡咯。我夾一嚿，未吃之前呢，我都覺得它的樣子都很漂亮，很討好啊，因為它的汁有很多，通常腸粉是沒有味的，那個汁也都很重要，汁或者醬也都很重要的。那面頭看到它的個牛腩呢都有很多鋪滿曬，就這樣看呢，它有瘦也都有些有筋的啦，譬如這個就比較瘦一點，但也有些是拉住一些筋膜的都有。這個夾下去呢都很腍的，好試一下。剛才所說腸粉是需要一些汁醬才好味，雙辣要來吃那些炒粉麵啊、炒腸粉是很好的。我剛才所說的腸粉不知道有沒有煎過，我純粹吃下去的口感呢就不覺得它是煎過，因為它沒有那個脆皮或者脆的感覺。但是會不會是它首先是煎一煎、然後再淋回汁上去，令到它是縮了汁沒有那個脆度呢，我又真的不敢說。但因為看下去就真的好像煎過一樣，但是有沒有煎過都好，我都覺得沒有影響它的味道。那個牛腩汁是很好吃，還有個牛腩呢很腍，它的組合呢很好味，它好像一個牛腩撈河一樣，因為腸粉是都是一些河粉這樣的材料啦用了。但是呢因為它腸粉它捲起了，所以那個、質感就會比較豐富一點，就不同話河粉的吃法各有各啦，但總之這個是一個好吃的牛腩腸粉。吃下吃下是有驚喜啊，發覺這個牛腩呢，剛才我所說它都有些是有筋膜，有些瘦一些，竟然是有牛筋在裡面啊。除此之外都還有些是就這樣一塊的筋膜。咁點解我話有驚喜呢？我覺得印象當中飲茶嘅茶樓啦，或者係呢類嘅餐館，係好少會做一啲牛腩嘅菜式，即係可能佢會有可能柱侯牛腩或者咖喱牛腩做嘅小菜。通常咧，我會覺得食呢啲牛腩嘅小食咧，就會喺啲粥粉麵鋪啊咁樣嘅形式嘅餐館。咁所以我覺得麗晶佢做呢個牛腩做得相當認真。一啲都唔 hea 做喎，佢做得好靚，同埋嗰個味道係好嘅，我都係調得啱啱好，同埋佢個濃結度咧，個汁咧係可以上到落個腸粉俾佢吸咗咯。嗱，呢個都係一個牛筋，哇，好好食，呢個真係好有驚喜。上湯浸鮮竹卷，呢個點心咧都幾特別，因為通常鮮竹卷咧都係蒸嘅。但是我印象中呢，我在另外一個餐館之前都吃過很久了，不過現在還有沒有我真的不知道。
我喜歡它有上湯浸，因為腐皮索了上湯的味道是特別好吃。咁啊，橫掂夾開咗俾大家睇睇裏邊嘅餡料啊！我諗佢應該都係得啲瘦肉啊，同埋有啲芹菜。我嘗試睇下佢嗰個點心紙會唔會揾到啲提示，睇下佢嗰個餡料係乜嘢先。係啦，佢就係 steam pork， 即係都係豬肉為主。由於它是上湯浸，那就當然要給一些湯下去才好味。聞下去都很香。正如我所說，用個腐皮用些上湯浸住，索了一些汁，還有個腐皮很腍，是很好吃的。咁至於佢個餡料，除咗豬肉之外咧，仲有少少好似芹菜咁樣，我睇下係咪先？又唔係喎，啊應該係啊西芹啊，因為佢咧浸即係浸住個上湯唔係即係煮得耐咗，所以個西芹咧就係唔脆啦，就變咗咬落去腍嘅，好似啲瓜咁樣。咁但係咧整個組合都係好食，同埋佢鹹淡適中。我很喜歡這個鮮竹卷，它熱辣辣，有些打邊爐的感覺，因為打邊爐通常都會用一些響鈴卷的，就是我們，所以用一些腐竹索了一些湯汁，它又夠熱，是很好吃。剛才吃下的時候，我就發覺有些蝦，所以我看看這一件會不會有。我再叉開一點，有啊，這個蝦來的，所以剛才我吃下去的口感呢都是挺豐富的，因為蝦有一點爽彈。生竹牛肉球一盒是有三件，這裡呢是名副其實是有生竹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點。我記得之前我們在某一間餐館吃是沒有山竹的，但是有個網友後來留言告訴我們，山竹牛肉球之所以叫山竹牛肉球，是因為個外形像山竹。我這個故事我未聽過，是真是假我真的不知道，不過跟大家分享一下。看回個外形都很漂亮的，有些綠色，相信都是些芫茜啊，這樣即吊回起個味道，同埋個形狀又係唔係話平滑，一個荔枝咁嘅樣啦。因為之前我都講過啦，唔再重複點解話一個荔枝樣就代表靚嘅山竹牛肉球。啊，我好中意啲落山竹嘅。唔點澀汁，食完未先？咬落去啦。不知道大家聽到嗦嗦聲，很多馬蹄。我發覺我吃了下去又不覺得它有些陳皮味，反而我不知道有沒有吃錯，我覺得好像有一點金不換的味道，一些 basil 咬下去那個肉質是好吃，是我們喜歡吃的那種，是爽彈的。好吃。我現在見到一些東西是啲葱嚟嘅，好味啊！呢、這個。